这就是我的爱情摧毁者，他脾气古怪，不想吃了。白静，白静，白静，还很自恋。毕竟很难有能抵挡住我。我的妹妹，但你真的很喜欢我的声音啊！只要能辞职成功，什么都愿意做。我不辞职。我让你锻炼，没让你断气。我这么受人爱戴，谁会想害我？你在干什么？也难怪，平时那么疼。我只是系个鞋带。花椒要恨没注意住，是白秘书果然故意惹我的。白秘书有这本事。I just wanna be with you.